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先下来，因为我们要拍照啊。看，哦，对对对。其实新妹哈，是我的太太。今天写我的名字没有？已经写了。哎，我写了，在那边售票给你。可是我们两个就是啊，荧幕夫妻啦，她就是郑太太。是 ，Hello。我是郑少秋，她就是。没有，她是那个沈的妹妹，叫沈点水。啊，不是沈殿霞。沈殿霞的话是不会在这边的，我看。哦，沈殿霞恐怕不会在那边的，你在上面，你会在另外一边比较大的台，那边做不了你。好，要拍照，拍了没有 ？OK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哇，这个这一组要挤很多。那这一组四个人好像有八个人抢了哈。你是在营造哪一位啊？你跑去哪里？我在拍照。Sorry， 还好有客迷啦，让我跟你一起拍。哎，啊，这个拍的可以滴滴掉的。还是空掉啊！我们把那个龙庭的照片 overlap 你的脸啊，因为反正都一样嘛。反正你是呆班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哎，其实接下来这一组呢，就我很够力了哈。这一组的女，我呢跟新广的一位艺人啊，就是那个李国煌有一个共同的点，你知道什么点吗？他们都是生下来都是笑话。我们先欢迎这两位准备一下好不好？韦冰冰，哎，对对，就是一个笑话来的，徐神柱，啊，哎，人美哦，那人美，他前面就会开给人家看，可是没有哇，极爽一下，可是他的人就长得不怎么样，才开后面给人家看，你看，啊，他这种的人就叫做贝多芬啊。啊，我们这里很多贝多芬哦，可是我觉得韦冰不是其中一位啦。韦冰，等一下你穿这样的时候，你可以坐高高的凳子吗？走光一下嘛。也因为他们还60块钱呢。刚才前面最美的就是莹莹了 ，at least 你现在可以，哇，真的是很短的那裙。哎呀，这是都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啦。等一下我让你们看我的啦，比较美。哎，接下来这一组呢，来讲讲有对这个蔡韦冰的感觉怎么样呢？其实我对他的，你的麦还没有 on 啊，你 shut up 一下，你在933讲这么多话来还要讲？其实我只听过他唱一次歌，就是不是很红啊他。不是，就是因为他贵人是嘛，他很少来我们爱琴海表演。OK， 跟你讲，他有一个特点是他唱什么歌都是很难的。阴天，不看的房间。他的麦开了，好像在高潮的时候这样，可是一开灯看那里就假了表。因为每次都有跟你搭，所以每次都要高潮，真的。啊，谢谢，就好像走过的时候要闭住一下。你的头发梳到这么高，哎，我问你，你几时会去958？年龄的关系啦，933你那些年，就好像我要参加黄金年华，你要走去958？没有啦，我不觉得。我真的觉得我还蛮 fit 的啦，还蛮红的，至少跟你一样。你看，四月能够在爱琴海度过了好三，大概有几个世纪？没有啊，就4、5年了，你不要这样。不是40年哈，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姑妈了50年。四月能够在爱琴海待多久，我就能够在933待多久。是吗？我老板娘要晒我了，然后对不对？来，韦冰，933不要你了。其实韦冰是我一个很羡慕的 DJ， 讲真的，有你的那个时段我都不听。你跟他感情应该是很好，你可以才可以这样弄他，对吗？因为他以为他很红嘛，所以我拿了麦我就会 all the way 说他，我心里很憎恨，为什么他可以当 DJ， 我不能？也可以啊，你当过啊，我是后来那个台倒了吗？不是。其实那个台不是倒，让我讲一下，那个台其实说他的最后一天，可是他搬去 Lavender 的时候又被关掉，跟这边不一样，这边会继续。嗯，好，我们以掌声，谢谢蔡韦冰还有钟顺。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爱琴海这个时段哦，小唱一段。其实我跟钟顺是真的是厚着脸皮上台来，因为刚才之前的朋友他们都把气氛搞得非常的好，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朋友们来到现场，你们真的都是很聪明。原来是这么隆重的介绍我们，其实我们只是出来客串3首歌。对，是上厕所时间嘛，哈，需要上个厕所方便一下的话，这时候可以过去哈。不过我觉得，在大家还没有上厕所之前呢，我要
热情、他们的热爱、他们的支持。然后我听说今天的票其实都卖光，有些朋友昨天晚上凌晨三点就来排队了，是吗？不用再描述了，有票是可以入场的哈。不过 anyway， 谢谢大家。然后我刚才发现大家在台下很投入的听我们爱琴海的歌手、乐手们表演，那个精神让我觉得很感动，给你们自己掌声好不好？到新的一个地点。好，我是林正北，帅哥本地的一位音乐创作人，就在N 年前就我一起在爱琴海表演。我们让他们有时间抢你的那个麦克风了，可以吗？这样好多了，是 OK， 松了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你老了什么都松了，我们了解。这个了解的，老了什么都松，声带会松。不是我的，要讲好对啊！哎，看我们说到哪里，我本来是很有气质的上台，都给你搞黄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有气质。我今天这一身白色，因为我代表我纯洁的一面。你以为你是 BAB 啊？坦白讲，如果你有气质的话，我们全部这边都是总统。是很多很多朋友都很期待，他们叫大色狼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大色狼，对。对，大色狼，对，没有错。可是不用担心，他们对你没有感觉。OK， 好，那就是他是一位音乐创作人，以前就跟我一起搭档，然后从他一开始写歌，然后到卖歌，我虽然没有在他的身边支持他，但是我都有听到他的作品哈，好不容易终于卖了三首歌，是吗？不是不是，因为其实也是很感动，很感谢爱琴海。从我一开始入这行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机会在这边演出，然后慢慢接触很多的音乐人，然后就慢慢的被添入这个行列里面。所以也在当中这么多年，也没办法就写了，因为要吃嘛，要钱嘛，所以没办法就写了一些歌曲。所以想说今天第一首歌带来一首我的一首创作。那个宣慈唱过的一首歌叫《不怕》，好，我们是比较激励型的一首歌，谢谢大家。欢迎。所以真的，刚才伟斌说的，这是上厕所的那个时段，对，还在 break 啊。就能抵达那未知的路。
谁的心结果都
我有时候觉得很沮丧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从我停车的地方，然后一路走来爱琴海，那段小时间虽然是很短暂的，但是我想到我能够来到台上唱歌，能够在这里看到一些很棒的乐手，一些很会唱歌的朋友，我讲真的，我心里的一些忧虑就会这样子被扫开了。我上大来到爱琴海，感觉就是这样子的，沿途就已经开心起来了。所以在新的地点，我希望大家还是那样子，每次来的时候心里就很开心了。这新的地点已经公布了吗？已经公布了，已经公布了。就在康拉那一带啊，确切的那个地址的话，大家去他的 Facebook 啊 ，musicbruna.com， Facebook.com 啊 ，blah blah blah 啊 ，slash andy， 去看一看。刚才我们准备，不是我突然间看到 A O， 我可以跑到哪里去了？我要借这个机会要跟炯顺说谢谢，因为我跟炯顺以前啊就很早就在一起搭档嘛，对对，然后从不熟混到很熟，然后我们的感情到不想再熟，我们的感情就好像姐弟一样。然后还有爱情，还有很多的歌手我跟他们搭过，谢谢你们每次都很包容我，好像有人比较好。包容嘛，我也像我有跟思源搭过，还有明媛，每次让我都很开心。建立，还有杰豪，对，还有名字都忘记就算了。不是伟凡，伟凡，伟凡，对对对，还有其他的，可能我没有提到你的名字，我要跟你们说谢谢，因为我当年回到爱情海，在这边小唱的时候，我要谢谢丁华，因为他给了我一份生命的一个新的希望。然后那时候。让你再带入高潮。谢谢思源，每次都让我有高潮的感觉。还有以前在这里跟我一起演出的朋友，像友兵啊、浩远，他们今天都不在现场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他们，因为我一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们一块搭档，然后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，要谢谢他们，帮我跟他们说，加油！好，最后呢，我想就献上这首歌曲，我跟炯顺想了一想，还是觉得这首歌比较有那个 feel。大家都需要爱情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，生命中也需要人，亲情还有友情。我依然爱着你。
所以我们开始年轻的模样。所以其实没有，我很喜欢伟斌的，就真的是如果他有主持的话，我会听哈、哦。所以要问一下伟斌，你的主持时段是几时啊？哎，来，老婆过来。嗯。哎，你们让位嘞，我老婆很大事嘞。Excuse me， 这是。可能是那个接收不到啊。可以吗？不能太靠近那边。哇，这一组拍照还有这么多白灯的嘞。OK， 我算体积比较大，他比较难受。为什么你们一直讲身材呢？讨厌。不会，其实你站在我旁边哦，只是展现到我的身材比较好。